一箱五斤可以泡出15斤，涮火锅、泡汤、煲汤凉拌都可以。 芹菜它比海带的口感软，我喜欢那种软软的感口感。 捞汁酸辣裙带菜，特别有营养。 现在天冷了，青菜比较贵，可以储存点汤，高温合法的，涮火锅凉拌、做汤都可以。 下单翻5斤，可以泡发出15斤，属于高倍泡发的。